今天我们家要来一位外国友人，咱得好好的招待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咱们的热情。耿哥，来几句。好。再来几拨人，咱家鸡就逮完了。逮完再买。几个的翻译就指望你了。还嘻嘻，把恁能说出来都拿出来。这实践的机会可不多哈。对呀、啊。你都在对着书本上读，你这好不容易碰到个外国人，咱就不能放跑他。大城市都不稀罕，来咱也就稀罕。就是的。嗯，我也想看看。等着我来看看。妈妈，我觉得嘛，应该给俺们做我们这里的特色。看他还在他的石头。是的，是的，你还怪有心的，念你。就是的，你等会儿他来了，你给俺招待一下啊。啊，我招待。俺都听不懂，你给俺翻译一下子。就靠你了，加油！我去复习复习。给他撒一个七坑。我把他们给接过来了。Hello, 我是巴六艾尔的抖音直播负责人叶，然后他是我的同事 Eric， 然后他是从法国来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久不见，田丽姐，好久不见，走走，七家脸，啊，来，不是，我要过去，我不是要，这太贵重了吧？没关系，这太贵重，法国人带来的，我这还有一份，不是，这太贵重了，这个在他们那边不贵重。也、不一定，也贵重吧。就我们家在装修呢，还没弄好，有点乱。这个花是迎接你们的。迎接我们的花。It's the flower for us to celebrate us coming. Oh, thank you. 啊，甘蔗。你吃过甘蔗吗？啊，甘蔗，我的英文我都不会说。Yes, chopping and maybe have a try eating. Sure. Yeah. 走吧，走走。Sounds nice.哦，别把人吓了。那人家都来到了。看见吗？traffic by the road and the way。你教教，你教教人家干。老外拿刀。就这样砍啊。traffic the road。他会吃不？你们那里有没有？他会吃吗？你会不会吃？你会吃甘蔗吗？ You ever tried it before? This I had one time. 哦，他吃过一次，他吃过一次的。Bro. 哦，啊，可以，不是那样的。你们那边种甘蔗不？这个。这个叫甘蔗。甘蔗。对。Fruit King. 那个是柿子。柿子。对，柿子，你吃过？你吃过吗？ You ever tried this before? No, I did not. 没吃过，那给他摘一个，再尝尝，带他体验一下做电三轮，他做过吗？我不知道电三轮咋说。三猛子。三轮卡。三轮卡。他想试着开。这。他想开。你会开吗？ Can you drive this? You wanna try? Sure. 想开。想开。来，那你开吧，你开，我们都不坐。这叫，这个叫三轮车。It's a tricycle, electric tricycle. Electric tricycle. 你学呀，三轮车。三轮车，对，真棒，真棒！哦，慢点啊！可以，技术很杠杠的。Kinda, I drive scooter before. 哎，这有个树的，我想吗？哎，对。哦，怎么穿？超大的腿。嗯，这个应该没树吧 ？It's very sweet. 很甜。很甜。It's my first time. 第一次。走，我给你带点。Bonjour. It means good day or bonjour. Bonjour. That's good. That's very good. 问一下吃不吃，费事。弄啊，你就再去弄个鱼去，人家出来那鱼好吃。就要一个鱼吗？那肯定不能，再弄点其他的菜。管。老干嘛上的？你好，他人。哦，你好，你好，你好。他说你好，你好。你说
对，他要来吃。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Oh, that's a tough question.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is noodles. Noodles. I like noodles as well. It's very yummy. Can you say my name is Eric. My name is Ila. Ila.Welcome to China. Thank you so much.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Isi. Isi? Isi. Uh-huh. Hey, I'm going to turn it on. Wine. I'm going to turn it on. I'm going to turn it on. I'm going to turn it on.几个吃的比过年的花样都多，还有鸡蛋散，还有胡辣汤，过年只包别人。串门来了，说的是不？特色不？特色的很。鱼呢？鱼咱爸拿了，不是特色。白丸子汤啊。啊。乖。羊拐骨。我再给他们说的胡辣汤。我什么装的了哈？乖。你以后给他带头整小人吗？整一回，整一回了。我找完了。你这几季俺们找来了。俺等会俺吃完饭都找，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咱不礼貌？喜欢他才来看看他。哦，没有不尊重。那他说的，这一个家庭里边最幸福最开心。是吗？他说着了，然后给俺人都打给我发去。我说姐，你开心？啊。他就说他很开心，生到这么大的家庭很开心。啊。这话他都说了。啊。咱可以叫他先接着尝尝。是吧？没有压力。这个老母鸡汤比较鲜，不知道他能喝完不？好吃，好吃。咋吃？煲蛋汤就该给人上了吧？上菜。Time for lunch. 发抖音吗 ？So good. 看上去很好吃。倒倒倒，不用客气。啊，河南 expression. Yeah. 来到我们这里就学几个话就几个字就行了。一个种。种。In Hunan expression is good.Good. Yeah, but in Henan it's 种 If you like one of the dishes, you can say 种 你学一下种种种种种种对种种种种种种倒倒倒倒倒倒对倒完